我们是有热水的，今天处理好这牛蛙，哎，给它腌一下，葱姜料酒，最后来点胡椒粉，大牛蛙，哎，排好队，给它放这个烤帘子上，给它烤一下，再烤喽，给它这么烤一下子，哟，是不是着急吃了啊？嗯，烤完还不能吃啊？还有一会儿还有步骤，慢点，哎，看烤差不多了，起锅这个是怎么说？烧最后一滴油，最后一滴油，哎。来，少爷，吃喝不愁。葱姜蒜、花椒、麻椒爆香，回里头。两块火锅底料，倒里头。麻酱。我说的多。对嘛，动手了。来，加水，半斤水，回里头。好嘞。您呢？哎，烤哪样了？放心吧，三哥。烤了几个了？俩。就烤好俩。太慢了啊！慢慢来啊！来点白糖，来点盐，胡椒粉搞了一点，来点酱油。哎呦，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怼一杆得了，好，怼一杆得了，两杆行了。准备点配菜啊。存货，人家存货都整那干死了。土豆片、藕片啊，干豆丝儿，等一下，水开就搞里边烫，烫熟了给它。油麦菜下锅，小白菜和红袍，给它通通都嘴里煸。哎，这样就好了，煸的时间太长，再盛砂锅里边去。烤好的牛蛙，哎，给它放这个锅里边汤里边。你泡澡啊？泡澡？我想给你搓澡。哎，泡个澡。你得给他拿鞋，给他搓澡。你带皮了？这啥吃法啊？就来吧，烤的干糊吧，干吧。来点蒜末。吃过吗？干辣椒，你先给我放东西吧。谢谢你，你这能动吗？哎呀，来这个，还放辣椒面儿啊，三哥。哎呦，我就闻着辣味儿了。浇热油。哎呦我，哎呦，小味儿闷闷香啊！你加油，上味儿，上味儿。我再来一勺啊！啊！哎呦，太过瘾了。小火锅子，咱慢慢吃啊！哎呦我过瘾呐，三哥，我先整一个呗，整一个吧，给干一个去。早点搓好了，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嗯，哎呦，烤啥我就想来一个，三哥这。现在来吧，搁这来。嗯，哎，今天这有点格外的辣呢，你看，哎，这辣好真得呀，嗯，腿哪去了？来吧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拿水，哎呦我，哎，
今天真贵啊，太贵了。纳闷，大腿又到哪去了呢？让你捞走了？没有，人家都吃了了。